小伙伴们眼前的这三只坐在长板凳上的 NPC 系统蛋，你们还记得他们吗？他们的名字分别叫园丁、杰克和佣兵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新版本更新后，他们三个已经被官方永久的删除掉了，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蛋仔岛了。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他们三只 NPC 系统蛋仔每天都坐在喷泉的左侧的长板凳上。如果你在蛋仔岛也见过他们，那么请为我们的老朋友点个赞吧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他们三只蛋仔真的很喜欢蛋仔岛，会从白天一直坐到蛋仔岛的夜晚，他们都不离不弃。夜深了，他们三个还坐在凳子上，不会离开蛋仔岛一步。并且我和学姐使用咸鱼去揍他们，想把他们三个从蛋仔岛赶走。你们看，他们三个都不肯走，被打了都一直坐在板凳上，他们真的好爱这里。但是就在今天新版本更新了，我和学姐发现喷泉左侧板凳上已经没有蛋仔了，曾经的三只 NPC 系统蛋仔他们被删除了。对了，小伙伴们，你们是关注不了我的，因为我设置了只有蛋仔大神才能关注，不信你可以试试。小伙伴们，这三个 NPC 系统蛋，大家要记住他们的名字，他们叫园丁、杰克和佣兵。现在他们已经被官方大大永远删除了，他们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蛋仔岛了，我们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小伙伴们，在未来的日子中，你们会想念这三只 NPC 系统蛋仔吗？